大家好，我是易南天，欢迎来到易博士水风智慧讲堂。古人云呢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书房作为一个修身养性、静心品味的独立空间呢，从古至今都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的布局搭配呢，显得尤为重要。书房最能体现一个家庭的书香气息和品味修养了，对整个家庭的成员的学业、事业、前程呢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有的人呢，搬了家，孩子的学习态度、学习成绩突然呢，有了很大的改变，这也许就是书房的方位和布局上呢，起到了作用。可以说呀，好的书房布局呢，会让您智慧祥和，提升效率，从而呢受益终生。书房中最主要的家具就是书桌、椅子和书柜了。这三大家具的摆放和选择呀是非常讲究哦。首先呢，这些家具的布置的时候啊，其材质的选择要根据使用者的五行喜好来决定啊。比如说孩子是二木的，那么可以多选用实木的家具。如果五行二金呢，可以选择带有一些金属的家具。跟书房息息相关的方位呢，叫做文昌位。文昌位呢，是天上文昌星飞临禄宅的方位。这个方位在整体户型没有缺角的情况下呀，是肯定存在的。除了八宅文昌位，同时呢还有流年文昌位和命理文昌位。八宅文昌位和命理文昌位呢是固定不变的，流年文昌位呢是根据九宫飞星的流年飞星的规律来寻找。那么哪个文昌星的效果最好呢？这个呢还是结合命主的生意时辰和家里的平面图来确定。具体的操作呢，可以回顾一下相关的课程，也可以呢直接的私聊一下易老师，这里呢就不做详细的展开了。相传文昌星呢是专门掌管读书人的功名利禄，因此啊，书房的位置呢最好是在整个房屋的文昌位。如果因为房屋的先天结构的问题，文昌位呢不能作为书房啊，那么可以将书桌布局在书房的文昌位，同样会起到效果。除了文昌需要注意之外啊，还要注意书柜、书桌的摆放。古人讲究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呀。其中乐山呢，就是指书桌的座椅应该背后呢有靠，靠墙或者呢靠书柜，既有安全感，又不易呢受干扰，这就是有靠山了。古人从事文书类的官员呢，还会在座椅的后面呢放置一块有群山纹理的大理石，以加强靠山的效果，美其名曰呢乐山。还有呢，书桌不能离门口呢太近，书桌的前面呢要有一定的空间，叫做明堂，代表呢前程宽广。前面呢可以摆上富贵竹啊、文昌竹之类的水种植物，有利于呢启迪智慧，起到智者乐水的效果。书桌上面的摆放也是有讲究的，应该呢整齐有序。对于男性朋友来讲啊，左边的青龙位呢宜高宜动，右边的白虎位呢要低要静。因此啊，台灯、手机之类的用品呢可以放在左边，而纸、笔、眼镜之类的用品呢放在右边。对于女性来讲呢，女性为阴，应该加强的是右边的白虎位效果。
所以呢，台灯、手机之类的用品呢，可以放在右边啦。古人还有书桌坐吉、书柜坐凶的说法，因为书桌属阳，需要摆放在吉利方；书柜呢是静止的，属阴，应该摆放在不吉利方，帮助镇压凶煞。书柜可以用木质的材料，因为呢木能增加书柜的书房的阳气。我们都知道学习啊、读书啊，毕竟是件沉闷枯燥的事情，所以呢书房颜色上最好选择淡雅的色调，学生的书房要清爽明朗，成人的书房呢要庄重典雅。还可以增加一些植物来点缀，一些长势良好的绿色植物和盘栽就十分合适了。书房的植物首选呢是花中四君子，比如梅、兰、竹、菊，清新淡雅，而且呢志存高远，营造出很好的书香氛围，让人呢一进书房就想学习想看书。好的，今天呢书房布局的话题啊，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房子布局方面的知识呢，可以直接私聊易老师。谢谢大家。